结果后来其他政治人物都引起哗然啊、嗯、因为那个传说很久了，嗯嗯嗯，就一看就说这就是他儿子嘛，为什么？因为不止长得像那个官员哈，他的头发是卷的，那个小孩子头发也是卷的，就是你看起来就是像啦哈。那当然就是我们不是说光凭你像，就说是他儿子嘛哦，所以他讲的也没错。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司法还是很严谨的嘛，你如果不愿意 DNA， 以前有人用验血型嘛哈。那如果再不行的话，他必须要提出一些证据，譬如刚刚两位都有讲到嘛，他有抚养又给钱的这样一个事实嘛。那过去我们讲的最有名的案例就是张孝炎，他改姓蒋。你总不能开棺验尸吧？是，蒋家人也不会同意啊。他还是成功，有点特例啦。好，那个案子，就他还是成功改姓蒋。他要举证，譬如说他找到这个当初蒋经国托孤给王生的一些书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日记啊，哦，还有他妈妈的照片啊，是，还有一些这中间他这个托孤王生到他们家给钱的这些事实嘛。所以你还是要提出一些证据。那罗文元就是我们讲王永庆他那个释放，他们有提出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书面的东西，是啊，所以这个辅助之下，我觉得定验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一翻两瞪眼的结果。对，可是啊，长得像还不见得是真的，就可以去确认说他们有亲子关系哦。比方说，我们刚刚在看到哈，这个谢医师还有他的这个小孩哈啊嫡顾哦，那我们看哎，这两个人就一经过的这个比对了五官之后呢，发现的确呢是有非常相似之处。可是呢，这个易宏啊，我们就又想起就刚刚在讲到这个邓香妹女士当时啊跟这个辜振府姑老的那个官司了，那时候不是还把这个女儿啊这个照片拿来跟这个姑老啊拿来做这个比对，对照了之后，结果呢这个大家的报道的角度就说，哎，好像真的是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哦。结果后来你看一验了 DNA， 结果就是没有亲子关系啊，所以这个里面是很吊诡，会陷入迷思的。辜振府算很衰的，不是他的女儿，他女儿嘛，不是他女儿，他给了那么多钱，还养了还抚养他，结果他就是因为长得有点像他才敢说这个是你女儿啊，而且我相信他们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辜振府讲我跟这个女的根本没有关系，就可以一下子把他拒绝了嘛。对，那现在很简单，敢验 DNA 大概都没问题，不敢验大概都有问题，大概都不是，这个是很简单科学的方式嘛。是，那你光像你不能讲出像，因为怎么样呢？你看看现在有人。有人国父纪念馆有一个说他长得很像国父，在那边给他签名的那个像不像？你说他是国父的儿子吗？他长得像国父一模一几乎一模一样。啊，有人长得跟蒋介石一样，那个头是光的。啊，大陆也有人长得像毛泽东的、啊。所以这个像哈，不是唯一的证据，不是。那你说凭像要去打官司，其实也很难。除非你说。验 DNA， 那现在科学很简单嘛，古时候没有验 DNA 的时候，主要用其他证据啊。就这次他也有其他证据，什么改作业啦，他们平时有就是给他这个钱的事实，是这种官司打下来的话，其实现在的科学来讲，是不是他的儿子，一验就知道。那我同意刚刚慧文讲的说，他这个妈妈很有问题，这个妈妈问题很大，难道是这个医师，这个郑医师，他家里很有钱吗？否则的话哈。他这个妈妈是很有问题的，很有钱，你要让他认子归宗是为了遗产，以后为了遗产啊。如果不是很有钱，你为什么？他的儿子都讲说他比较喜欢他以前抚养他那个，他原先那个不是他真正父亲，对对。那他比较不喜欢这个，他没有养育之恩嘛，是。那你非要逼着他认子归宗是什么意思呢？你当时你跟医生，就算你爱慕这个医生，你还有。先生啊，你跟这个医生车证就不对了。好了，为他生了小孩，你这个原来的先生也知道你外遇生了小孩了，人家泱泱大度哦，还继续给你抚养你这个小孩。你还去找这个医生，他在自己讲说，我为什么每次去，他每次都要跟我做爱，他说爱我，但是每次去都要做爱，他到底是爱我还是爱做爱？还自己这么讲，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很奇怪？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嘛？那你这个女的、哦，人家不爱你，只要爱你跟你做那件事，好啊，你非现在生了小孩，你还叫小孩一非要认祖归宗，这个是什么是一回事？我觉得当他儿子哈、哦，真的很倒霉。不过为了赌一口气啊，也有可能啊，慧文啊，慧文。对，我补充几个这个，刚刚这个刘老大提到，但我们也
这个辜振甫先生啊，当然现在也不在了，就当初那个案子闹太大了，对啊，因为辜振甫是重量级的，所谓的辜汪会谈是辜振甫跟汪道涵，对，那刚刚刘老大提到那个，我也很怀疑，就说那你一直给他钱干什么？嗯，他钱还不是一直给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一出手一直让这边就一千万，还给房子什么的，嗯，那当然就很令人狐疑啦哈。那我之前哦，这个实际的案例，我们像前阵子这个中南部不是一个爸爸吗？他觉得说奇怪，我的五个小孩有几个都跟我不太像哈，就跑去验 DNA， 他五个里面只有两个是他的，对，哦，好像非常的离谱，就是一二三四五，一跟四跟五，这个不是他的，第二第三是他的，你看第一个就不是他的了，对对对，所以这种案子，我讲个我实际遇到的案例，就是说我大观众朋友如果觉得有怀疑哈，我们现在很多管道可以做，因为科技进步了嘛，对，大的医院有的在做这个业务，但是要收钱啊，但是一定要收钱。那另外我们还有两个官方的单位，就是调查局跟刑事局，他们是有专业能力，也有办法做这个，不过通常都是以这个刑案为主啦，那他不太接受外界委托这些。那我之前遇到那个状况，就是说我有朋友的朋友哈，他的弟弟啊，那又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就邻居会指指点点的，你知道那种闲话最讨厌了。哎，你跟你爸爸好像不太像，就比较像妈妈什么的，就有些闲话哈，让这个爸爸觉得很刺耳，说啊，那你那种公公官呢？那两个小孩，那因为只有两个儿子嘛，当成宝贝哈，就他就想说，那我来去偷偷做个亲子鉴，因为他后来跟他太太的这个感情也不太好，就分房睡也吵架什么的，他说这样他心里有个疙瘩嘛，那你这疙瘩一没办法排除哈，就每天看到太太又看到两个小孩，就觉得。很那个，他又跑去做这个 DNA 的，偷偷做啊，就做 DNA 鉴定。那个鉴定哈，那我们知道，因为他需要一段时间，可他那段时间一直胡思乱想哦。那有时候男人也会钻牛角尖的，你知道吗？就想说啊，如果不是我的怎么办？如果老大是啊，老二不是那怎么办？我是不是要翻脸啊？要离婚啊？或者要抓奸等等哦。对，他一直在想那个事情哦，他就越想不开。就他跟我的这个朋友，就是他的姐姐，就说啊，我这个哈，我礼拜二哈，这个。亲子鉴定的报告会出来，我去做了这件事。他有跟他姐姐讲，我去做这个事情哈。那我想带着我老婆去看这个报告，就打开一翻两瞪眼这样子哈。他也没跟他老婆之前都没讲哦。结果在看报告的当天早上啊，这个爸爸就去寻短了，就走了。哦，他也不敢去看那报告就走了。那走了之后，他太太当然也吓一跳，说你怎么什么都没讲啊，就突然就走了。他还是不晓得这个 DNA。后来是某单位啦，因为他不是找医院，他是找某专业单位哈，就来通知说，哎，这个陈先生，你不是有做一个报告什么？你到底好现在结果如何什么？就他太太哈，不让他老公的姐姐哈，就我的朋友这边哈，不让他们看报告哦，不让他看报告。所以我后来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说辗转这个朋友就跑来找某专业单位，刚好那天也在，就说哎，拜托哎，虽然狼一点照啊，但是我们就是男方这边家属说，想要知道到底这两个。小朋友到底是不是啊？因为还是不晓得啊。对啊，那当然，我们因为过很多年，我可以讲了，就当我们有透过他有透过帮忙哦，看到的那个结果哦，真的不是他的哦，这两个都不是他的小孩。那所以我说 DNA 如果有大家心里有这个疑虑，当然不要做傻事。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怀疑，夫妻感情不好啊，或者长得真的很不像，你要去做，其实那个几千块就解决了。是。好，那如果是的话，那就当然好好养小朋友。啊，如果不是哈，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做傻事，一定要追查到底。我简单补充一下哈，他其实医学上有一个统计啦哈，就说通常爸爸。带小孩子去验 DNA 的时候，九成都是这个爸爸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做男的哦，他怀疑疑神疑鬼的，把小孩子带去或用其他的这个证据带去哈，通常九成以上都是这个男的。好，那如果是太太的，做太太的去验 DNA 的话哈，通常这个小孩子不是他的。为什么？因为女生。比较能够判断说我什么时候跟谁好，如果你自己产生怀疑的时候，你去验，通常这个小孩子不是他的，他有一个比例啦。那我举一个有一个悲剧啦，也是我补充很简短哈，就是说2009年的时候，板桥地检署审理一个简姓妇女，她杀自己杀婴案，就是去年的案子，她就是哈，她跟她先生爱情长跑了十几年，两个是班队，她结婚，她后来在工作场合外遇。结果呢，他一直怀疑说这个小孩子不是他先生的。结果呢，他自杀过好几次，又跳楼又开瓦斯都没有成功。那人家都以为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工作压力什么的。后来呢，最后他把他小孩杀掉了。
他先把他闷死，后来拿去撞墙，后来捅他小孩子50几刀。事实上他有精神。后来验 DNA、嗯、到了法庭的时候，他先生也来了，最后那个对决哈、嗯，就是法官也告诉他说，这小孩子是你的。嗯，哇，两夫妻就瘫软了。后来那个他说，你要不要告诉你先生？最后这个太太决定还是要告诉他先生。嗯，结果他先生在现场说。就是听了，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嗯、就说这个小孩是我的。对，你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错愕的一个，那但是也是一桩悲剧。所以我觉得你 DNA 就像柯文讲的，你科学的，你如果真的怀疑哦，你干脆查一查了，你真的去验证一下，不然你这样子日子真的过得非常的痛苦，到最后发生这些悲剧。对，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再继续讨论。